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来我的盲店？你去了也是个盲店，对吧？我很相信昨天，相信了，相信。네그렇습니다 아3년을기다렸지만等了三年不过3일이굉장히길줄알았거든요我以为三天会很长근데벌써마지막날이네요不过没想到今天是最后一天了너무아쉽고只是觉得很可惜하지만지금이제시작이니까不过没关系现在才开始嘛남은시간동안끝까지함께잘즐기셨으면좋겠습니다剩下的时间大家好好的享受到最后一刻알겠죠明白吗밥먹고왔죠你们吃过饭的话带过来哈소리가작은데밥먹고왔죠你们吃过饭了哈现在我想听你们的声音一二三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一个。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喉咙痛，可不可以就那个摇滚的版本呢？我喉咙痛。我叫什么名字？你生气了吗？是。나머지공연으로보여드리겠습니다剩下的我要用我的演出来展现就我叫张明哲的吴先生因为我刚才讲到我叫什么名字然后就我的声音就哑掉了没错一声啊啊那天就没人去前去我想哈到目前为止哈就是这几天的那个台词你这次最棒的了我在旁边有人说昨天啊就是他的房门好像开着所以我进去了컴퓨터를하면서계속얘기하더라고요他好像是打完电打电脑的时候一直在讲话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他好像一直在练习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哇，应该是